大家好，我是 Ivan。 今天呢我就继续来打 Brawl Stars。 Brawl Stars 几天前呢就做了一个 Balance Update， 除此之外呢就是出了一个新的 Game Mode， 就是叫 Siege 啦。 Siege 呢就其实你会见到两个 Robot 在这里对打啦，其实就是简单一点来说啦，就是两边会有一座塔可以射到一些弹的，但是是 limit 了在一定的范围啦。跟着呢你中间场中间呢就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spawn 啲蓝色嘅樽出嚟嘅。咁你就要收集啲蓝色樽。去做咩呢？就係每收集一个蓝色樽就帮你个 robot 去增加一个 level。咁每隔好似45秒呢就会斗多蓝色嘅樽囉。多蓝色樽嗰边呢就会 spawn 到一隻相同同蓝色樽个数量相同 level 嘅一个 robot。咁 spawn 到 robot 嗰边咧，蓝色嘅樽咧就会冇晒，而对面咧就会累积，即系唔会冇晒嘅，就会累积咯。咁呢一个都几好玩嘅。咁个 robot 咧，你 spawn 到出嚟咧，个 robot 就会自动去打对面嗰、那个 base 咯。对面个 base 好似就系40,000血左右嘅。咁我觉得佢有改善嘅地方就系佢每 spawn 一只 robot 咧。的時間可以再短一點，45秒我覺得太長了，即是會給到兩邊呢都儲了很多藍色的那些樽。那好了，那這個 Siege 啦那好了，那除此之外啦，你們會見到我現在呢已經去到1993杯了，那距離呢 Unlock 這個 Dynamite 都還有7個杯而已。那好了，那今條片咧，其實個重點咧就係、是、講一講 balance update 同埋呢一個衝去2000分嘅。咁衝去2000分，我就會用呢個 Shelly 啦去打呢個 solo showdown 嘅。好，咁呢一個 map 咧，有啲 brawlers 會 spawn 喺中間，有啲咧就會 spawn 喺側邊嘅。好，呢一度攞咗个闪电先，嗰边有只 coat， 我继续揾下啲伤先。呢度攞咗第二个，上面我见到有 dynamite， 因为我见到佢有个技出咗。上面有隻 Piper， 依個 Shelly 啫嘛，咁我就殺咗 Shelly， 因為頭先嗰隻 Shelly 好低血，咁就順便殺下佢。呢度最緊要就唔好咁心急去中間住。我見到頭先好似有隻布喺度，但唔知佢匿埋咗喺邊。係，好彩佢冇繼續過嚟打我啫。哎呀，我個 super 開歪咗，我以為佢衝到我頭先企喺度嗰位添。好，呢度有隻 Shelly， 哇，上面嗰隻 Bull 好似好勁。好，呢一度 Bull 都死埋。呢一度三個閃電對兩個閃電，但係佢多隻紅。哎呀，是不是两个都是攞第一呢？哎呀，是他先杀了。
你剛才見不見到其實他之後都死了的，但是他的蛋快一點，那這裡沒辦法啦。不過也很好，加到六個杯，差一個杯就可以 unlock dynamite。如果這一場都贏了的話，我就可能試一試個 dynamite。Game mode 就陣間先諗，玩邊一個 game mode。好，呢一度我同個 Nita 都攞到一個閃電。喺上面有隻 Tara， 咁多 brawler 嘅呢度。好，起碼逃走咗先。我見到呢一度有隻 Shelly 嘅，四個閃電好似係。剩翻六隻 Brawler。哎呀，佢打到我打唔到佢，因為其實我打佢嘅原因想攞嗰個 super。Jesse 喺中間，但係佢就冇 power up 嘅喎，即係冇呢啲閃電嘅。剩翻五個 brawler。嗰度有隻 Daryl， Shelly 應該可以搞掂個 Daryl， 得唔得咧？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搞掂上面嗰個。哎呀，我殺咗佢，佢又殺咗我。唉。唔緊要啦，呢一度加到三個杯。如果頭先早啲開大技就有機會，即係可以繼續打落去。因為頭先我喺度諗，即係巴黎咁少血咧，咁唔需要開到大技啦。咁我發現之後佢打完我幾下之後，咦殘血咯，唔多掂喎，咁所以就即刻用 super。好啦，咁呢一度咧，2002杯 ，unlock dynamite。咁我呢度 cap 一 cap 咗图先。哦 ，unlock dynamite 系都好劲嘅呢一个 brawler。咁條片咧，而家就暫時拍到八分幾鐘啦。咁其實我都可以玩下 dynamic 嘅。咁邊一個 model 咧 ？Bounty 啦 ，Bounty 我都幾中意玩。我哋嗰隊有 Frank， 有呢一個 Rico 啦。我 dynamic 個嗰兩個 boom 都可以射到幾遠。但佢本身都其實都好低血嘅，所以要留意。佢嗰邊有隻 Frank， 有啲煩。哎，我儲到我個 super 啦，咁我試下點樣用先。我抌喺呢度啦。哇，好成功！好似有冇殺到 block 咧？好似冇啊！但我好肯定係中咗嘅。佢回嗰啲子彈都回得幾快。
好，我殺咗個 Frank 嘅，我見到。哎呀，個 block 將我殺埋。而家暫時輸緊3-10。我哋嗰個 friend 好似唔係好俾力喎，個 boom 擺邊度咧？擺中間啦。好，我殺咗個 friend。過嚟個 super， 哎呀，呢度～打唔切，但系 Dynamic 系好用嘅。当佢哋三隻 Brawler 全部搭埋晒一齐咧，咁就最好用 Super 啦。就系掉个大炸弹，咁就玩多一场啦。好，我都掉中咗個巴黎啊！原來我都要小心巴黎啲機頭。機頭，誒，佢有隻磚嘅，隻磚殺咗。炸開曬啲樹，我個機。我哋而家暫時贏緊嘅。好，殺咗磚。可唔可以殺埋個巴黎先？哎呀，殺唔到，唔好殺我啦！爭啲，我爭啲可以殺埋個 block， 41地血，呢度30-25贏咗，揸6個杯啦。好啦 ，Dynamic 就之後。升 rank 5嘅時候會再拍片俾大家睇嘅，咁中意呢條片就撇翻個 like、subscribe， 同埋之後仲有啲Crash Royale、Dream League 同埋 Brawl Stars 嘅片都會拍俾大家睇嘅，咁到時記得留意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